Hello， 大家好，占用大家几秒钟，我是瘦身营养师依依。我已经帮助上千位网友通过不节食、不运动、健康有效的方法减肥成功。这个是我好朋友周欣，生完孩子体重达到了136斤。通过我们提供的健康减肥方法，在不节食、不运动的情况下，2个月瘦了29斤。这个是佳佳，现在已经瘦了24斤。还有陈先生也已经成功减肥，1个月瘦了19斤。如果你也想减肥，又找不到适合自己的方法，请加我微信 AC119876。再重复一遍哦，微信 AC119876。现在添加依依为好友，还有机会获得依依为您量身定制的减肥计划一套哦。只属于我们的方向。要发财，
在于你内心是不是百媚千娇。对我而言，做电影最大的乐趣其实就在这儿。小孩一样的好。到底是谁欠债？报案！欠什么债？
家人的电影，它所归结起来的东西并不是这个现实，不是这个时代，不是这个时代，它仅仅存在于创作者本人脑海中间。电影之所以迷人，无非是说它有一种在日常生活难以企及的东西，你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事情，你可以换一个空间，换一个维度去寻找和实现的可能性。在今天这个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电影变得越来越流通人情，在电影里面你不再能感觉到和曾经有，但是对做艺术的人来讲，我永远要在我自己的电影找到我自己，不管他对别人意味着什么都不对，对我意味着什么才是对我。下起雨了，来得天。
敲门，我来敲门是为了求福，可惜连山门都没能进去。Yeah.
怪我。电影对于观众的影响，中国是有的，你会感觉到的。
表演都是毫无离间的事，大悲大喜。
是人生根本的其中之一。这种所谓人间的无奈，这个就是电影自身最深的主题所在。一棵树，一朵盛开的花，都是有序。什么决定了这个有序？就是爱，动之以情的时刻。在这个电影中间，我是用情较深。这儿的镜头就是，我要仔细看。我应该以这样的方式和态度创作这部电影。一个镜头一个镜头不确认的样子，你得玩儿起来。只有我主导这部电影，它才能够散发出只属于我的方向。这叫发展情绪。当你提走，问题在于你内心是不是百味千调？对我而言，做电影最大的乐趣其实就在这儿。小孩一样的好奇。Thank you.
不是这个时代，不是这个时代。您能够把这些很充分的理解，仅仅现在我们是想要脑海里面。电影之所以迷人，无非是说它有一种在日常生活难以企及的东西。你的现实无法实现的事情，你可以换一种。换一种方式去寻找，它实现了。在今天这个技术和文化发达时代，电影变得更容易。在电影里面，不再有感觉。但是对于做艺术的人来讲，我永远是在做电影。不管他对别人的影响。都有一个写成自行车，直到皇上整整三年。
请大家尽快就坐。就位，发布会马上开始。
像一场花香，春风拂槛，露华。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尤其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今天的由陈凯歌导演执导的贺岁奇幻巨制妖猫传目眩神迷极乐之乐全球首映式。我是主持人曹可凡。那这部妖猫传在这个6年当中一直受到所有的观众朋友的关注，从筹备构思一直到拍摄完成，经历6年的时间，这在华语电影当中并不多见，也只有陈凯歌这样对于历史、对于美、对于爱有着执着追求的艺术家，才愿意花费人生当中这么长的时间去完成一部自己想完成的作品。那么12月22日这部作品将要和大家见面。今天我们邀请了参加我们这部影片拍摄的，可以说华语电影史上的最优秀的人才，以及这个时代最优秀的演员所组成的主创团队和大家见面。接下来请允许我们向大家介绍。首先向大家介绍导演陈凯歌先生。制片人陈红女士，我们的主创黄轩，冉普江泰，张雨绮，秦昊，阿布宽，刘昊然，欧豪，张蓉蓉，张龙一，严宇，李纯，松坂幸子女士，陈泰森，张天爱。原著作者来自日本的作家 Mr. Baku Yumi Makura 先生，孟雪博先生，总监制韩三平先生，美术指导胡南先生，陆伟先生，新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曹华义先生，新力传媒高级副总裁兼新力电影总裁李宁先生，新力电影首席运营官田田女士，角川集团会长 Mr. Studio Tadakawa 先生，英皇电影制作及项目发展总经理邵建秋先生，
方电影市场推广及营销总经理梁玉英女士，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傅若清先生，华夏电影发行责任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芳女士，万达文化集团高级副总裁兼院线公司总裁曾茂军先生，爱奇艺电影版权合作中心总经理宋佳女士，华策影业总经理张大勇先生。特别感谢襄阳唐城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江富军先生，廊坊国华影视基地董事长刘国华先生，感谢他们对于《妖猫传》所做出的巨大的贡献。那刚才我们看到，在这个片子当中，我们的这个主角就是一只神奇的黑猫。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我们的两位主演，给大家讲述这个有关妖猫的传奇故事。我们欢迎黄轩和染谷将太上场。好，我们请两位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在这个戏中扮演什么人物。黄轩。大家好，我在《妖猫传》中扮演白居易。染谷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有这个日文的翻译吗？大家好，我是染谷将太。哦，我是染谷将太。所以他们两个人，一个是僧人，一个是诗人，所组成的一对高级 CP 啊。他们二位在这个当中彼此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僧人跟诗人之间又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纠葛？黄轩。我们是怎么说呢，我觉得我是非常感性的这一部分，他是非常非常理性的这一部分，然后我们又是一个非常好的搭档，彼此刺激着彼此，彼此影响着彼此，然后彼此都能够达到一个自我的成长和解脱。どうこれは通訳の方はいらっしゃいます。没错，什么我没听。那您可以再问一下他刚才的问题。跟我们说一下，在这个戏当中，他和黄轩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今回の映画の中で隣のコウさんのはどういったような関係でしょうか？どのような関係でしょうか？撮影の合間もすごくたくさん、いっぱいサポートをしてくださって、自分のセリフの手伝いもしてくれたり、彼がなければ自分は乗り越えることができませんでした。我觉得白居易老师在拍摄过程中一直在帮我，如果没有他，我可能完成这个作品。凯歌导演在这部戏当中实际上是呈现了整个唐代的一个发展，从这个盛唐一直到晚唐，整个唐代的这种历史的变迁，人物命运的变迁，其实这也是导演在他所有的片子当中一直追求的这种，当一个大的时代的变化，或者是人物命运变化的时候，人。けれども、染谷さんが描いていた塔と同じようなものですか？最先端の文化があって、最先端の文明があり、そして世界中の人々がそこに集まり、本当にずっとお祭りのようなそんなイメージを持っています。有最先进的文化和愿景，全世界的人都集中在这里，让我感觉每一天都是一个盛世的感觉。那黄轩，在你拍摄这个戏之前啊，一定是做了大量的功课，从文字，可能从这个图片画作当中去慢慢的接近那个朝代，所以你心中给自己画了一张什么样有关唐代的这种图景？我觉得那个是一种感觉的东西，可能那个具象的图景我没有特别细致的去想象过，但是我一直像我拍摄之前，导演就让我读了一些读了很多宋词元曲，然后关于这种古代意境的这种状态，那么我是觉得那个时代是一个非常自由非常松弛的，所有的人都是非常松弛的，
然后任何的事情任何的人都可以同时存在，没有任何的奇怪或者是让我们觉得需要去紧张的东西。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冉谷，大家如果看过片子的话就会发现，冉谷并不是像我们过去看到的那些日本演员来演中国的电影就说日文然后我们用中文来配上，实际上就是冉谷自己用中文来演出，这个对他来说是有着非常大的挑战和难度啊，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冉谷，怎么能够把那些中文的台词说的那样自如那样的流畅，因为只有当语言不成为你的负担，你才能在镜头前很好的去表现这个人。セリフをすべて自ら努力して中国語で話していただいていましたが、この私たちが見るととても難しい難題をどのように乗り越えましたか？ひたすら勉強したのみです。そう、本当に。でもファンシェンがすごく助けてくれて、彼の助けなければ自分はセリフも乗り越えられなかったと思っています。本当に人生で今まで中で一番。苦労したと言えます。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人生中最大的一个困难了，就是一直要不停的学习。当然，也还是要再次感谢黄轩老师一直在身边支持我，所以我才能够达到现在的这个效果。希望大家可以满意。那刚才其实大家已经看到这个冉谷，就中文说的不错啊。这样我们现场再考他一下，好吧？看看他这个中文究竟念的怎么样啊？这个可以吗？ここで。中国語の能力をテストしてもよろしいでしょうか？はい、好、好、好、お前書いてある。どうぞ。あ、急に俺がやるんですか？这有点难啊，这个。一下子就让我说这么难。我以为是一个词儿，原来是一句话。这才是大唐风流，风流吧？哦，等会儿，等会儿。你问他一下，他知道什么叫做风流吗？风流呢？风流，风流，你风流吗？啊，他为什么？挺风流的，这日本和尚他就风流，知道吗？跟咱们这不一样啊。他知道风什么叫风流的意思吗？本当に風流というの、あの単語の意味をご存知でしょうか？単語、风流あ。あれですよね。日本語にするとちょっと長くなっちゃうんですけど、まあ。これこそが、まあ、その大東の、まあ、その、なんだ。他理解的风流是展现了大唐的盛景，所以可能不太一样。啊，这是耍滑头的人。你问他，他平时怎么风流的？まあ先ほど风流な方ですかと聞いた時にはいとおっしゃいましたけれども、実は风流はまあたくさんの女の子といつも遊ぶことを指しますので、ちょっと違ってきます。困ったら、对言うようにしてるので気をつけます。那我下次一定要注意我的回答。好，我们再来看第二句。哇，这个更难，这个。試してみてください。黄金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啊，真厉害！你们怎么给他都出的这种词儿啊？你喜欢三千佳丽在一身吗？三千佳丽吧，好きですか？知道什么叫三千佳丽？三千佳丽的意思。后宫佳丽三千，三千宠爱在一身。一点点，一点点。好，再来一句。お願いします。一日骑马，终身借马。这台词也有点禅意啊，我听完就是这意思，以后少见张雨绮就得了。这个我还想最后一个问题问冉谷，这样就这个那个黄倩就问，为什么他这么一脸卷发，最后会成为导演的这个里边的这么空海的这么一个人物？ぜひもう一つ質問を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このようなくるくるパーマの部屋でどのように空海のこの役分をゲットできたんでしょうか？どのような役分？自分は
天然パーマなんですけども、頭の形には自信がありまして、現場でもよくみんなに一休さんと言われてました。其实我是自然卷，所以没有办法，但是我对我的头脑型还是很有信心的，所以我把头发剃了以后，大家都说我是一休哥，应该就是因为这个所以拿到了这个角色。黄轩，通常我们印象当中的诗人都比较沉着，比较沉稳，但是在这个戏里边，你演得特别的嗨啊！这个人物的依据是什么？其实我其实特别想打破，就是大家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固有的对诗人的一种形象，就是温文尔雅、谦谦君子摆在那里的一个样子。那我是觉得诗人和艺术家他们自古到今天都其实是有很多共性，他们一定是极其感性、极其多情，然后甚至是有神经质的。然后我其实是在塑造白居易的时候，就是也是导演给我非常好的引导，他让我把他当作一个多情的孩子，还有略带有神经质的东西的那一面。对，而且如果白居易在现在，可能他是一个是当时杨玉环还有李白两个这个大明星的一个粉丝，所以他每每想到他们俩的时候他就自嗨了。对，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是诗人特有的特质，我们正常人可能不能去跟他们那种多情的境界去比较。所以将来大家可以在大荧幕上看到黄轩所塑造跟我这个想象当中不太一样的这样一个白居易，特别的接地气他好像就在我们的身边。其实所有的艺术、所有的文学都是从生活当中来，我觉得黄轩就把白乐天这个人物演得特别的生活。谢谢空海，谢谢乐天，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请入席。那接下来我们要向大家介绍一对夫妇啊，一位呢是白富美，一位是官三代，有请秦昊和雨琦。好，同样也是请二位先把自己所饰演的这个角色跟大家做一个简要的介绍，但是不要剧透。清纯，然后出生在一个官宦人家的这样一个唐代的白富美。对，我演的是一个官三代，然后叫陈云桥，在戏里面演的是与其扮演的春琪的老公。哎，刚才这个他们二位也说了自己想象当中的唐代，你们二位想象当中的唐代是个什么样的盛景？以及其实我觉得我从那个就是一直我都有一个愿望，就是想回到唐代，然后在那个时代曾经再生活一次，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非常神奇然后非常美好的一个年代。然后当我第一次到了襄阳的时候，然后看到我们那个拍摄现场那个场景的时候，我真的非常荣幸，就是觉得自己三生有幸能够来到这个剧组，然后换上那身唐装，重新过一回唐代美女过的日子。挺好的。我对唐代的所有的这个幻想啊，包括认知，真的都是通过这部戏，为了这部戏去看了很多市面上能看到关于唐朝的各种八卦的书，什么带你回唐朝啊什么的那些书，然后有一些了解。确实唐朝是中国历史上面很伟大的一个盛世时期，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觉得也是因为我们曾经有过那么辉煌的时代，然后现在我们一定还想要再回到那个辉煌。这个戏当中你们有很多这个相爱相杀的这个场景，如果现在回忆起来当时拍摄现场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状态，还记得吗？雨琦，我们两个人其实见面的时候就已经是在那个排练场，因为有很多的非常激烈的动作戏，然后其实我们俩压力都很大，然后其实我们俩基本上也，我记得今天面根本就没有互相介绍，其实直接就是先就开始进入排练了，然后练了一会儿说，哎你好我秦昊，然后哟你好我雨琦，然后就是因为时间导演给的压力非常非常大，因为他在很短的时间里面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做，然后来你们现在要做一段这个，然后我们俩就有点懵了，当时我是这样。对，
因为之前跟雨琦没合作过，也是这部戏，然后认识第一天，然后就拍床戏。啊，最近是吗？第二天还拍，连连说的含蓄一点。对，就是我们有这种戏吗？没有，不是那个，这不能骗呀，大家看没看着？我们叫比较激情。然后最近也比较奇怪，可能因为我有了孩子以后吧，就发现跟哪个女演员合作，哪个女演员怀孕，当然跟我没什么关系啊。我之前的那个电影也是跟那个陈妍希。跟他拍完拍一半他怀孕了，然后回去生孩子了。原来我们不怀疑，现在说了我们有点怀疑。所以我就觉得我以后那个就是我特别帮孕啊，有想想玩的可以跟我合作。你意思说如果其他人有不孕的话可以找你合作？这个还有这功效。哎，我特别想知道，可能在座的媒体朋友也特别想知道，他这个戏里边跟雨琦有很多这个激情戏，演的真的也演的真的一模，不是一模一样，这演的真的挺像的。这个，家里有没有跟伊能静这个报备过？必须的，报备过啊。然后我听她说，她跟我拍的那个戏之前，就拍那部戏的时候，她老公正好来探班，然后我也不知道，她已经说，后来我们拍这部戏以后，她跟我说，说希望你知道我们两个拍那个戏的时候，我想赶紧回酒店，想赶紧删。我说为什么呀？说我老公在屋里等我呢。他想说过来看，我说你别看了，别看了。所以他这部戏确实顶了很大的压力。说实话，我刚才上午在看这个戏的时候，雨琦跟这个秦昊伟都很熟，但是这个戏当中他们二位的这个角色都给我很多的新鲜感。让我们看到你们在过去的这个创作当中，过去的人物当中所没有看到的那个部分，非常的有意思。谢谢。刚才我们向大家介绍了这部作品呢，是取材于日本的小说啊。我们今天的作者也在我们的这个现场，所以这部戏当中还有来自这个日本的很多国宝级的艺术家。接下来我们向大家介绍阿部仲麻吕的扮演者阿部宽先生，以及白灵的扮演者松坂庆子女士。我们同样还要麻烦一下我们的这个翻译啊。首先请二位向大家介绍一下你们在这个戏当中所扮演的人物。松坂庆子女士可以先说。安倍の中丸さんを慕って日本から一緒に遣唐使船に乗って唐に渡った白蓮という女性を演じています。大家好，我是与我的丈夫阿部仲麻吕一起乘船作为遣唐使的留学生来到大唐的，我叫做白琴。阿部宽先生跟大家介绍一下。走走大家好，我是阿部宽。阿部宽僕は阿部の中丸という遣唐使の役をやりました。僕も阿部なんですけども、この唐の大らかな時代に遣唐使として渡ってきた、外国人として当時一番信頼された人物をやらせていただいて本当に光栄に思っています。我演的是一个来到中国的遣唐使，之后一直在盛唐来进行我的工作，同时我在唐代像大家所知道的也是做到了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一直受到唐代人民的信任，我感到我能够出演这个角色非常的荣幸。松坂庆子女士呢，可以说在中国拥有很多的影迷，特别像我们这代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曾经看过松坂庆子女士演的莆田进行曲银次郎的故事这样的这个作品。松坂女士是不是知道在中国你有大量的这个影迷喜欢你们的作品？中国には本当にたくさんの方々が松坂さんのファンだということをご存知でしたか？谢谢啊，さっき教わった。大家好，我是松坂庆子。
今回はもう長年の憧れの前回校監督の作品に出演することができて本当に光栄でした。我真的非常荣幸可以参与到这个七年的剧制中来。いつも現場では監督が俳優が一番いい状態で演技ができるようにモチベーションをね一番いい状態にしてくださって本当に役になりきって演じられるようにしてくださいました。本当に感謝しています。不论语言是否通，在这里也非常想借此机会跟台哥导演表示一下感谢，因为您我才能够时时刻刻都沉浸在一个最佳的状态里，能够马上进入角色。您也非常会带动我们演员们的动力和心情，谢谢。松坂清子女士呢，也曾经当年拍摄过中日合拍的第一部电影，叫做《未下完的一盘棋》，导演是佐藤纯弥。他跟三国连太郎和孙道临先生共同完成了这样一部电影。那这次又再次来到中国跟凯歌导演合作，从演员的这个视角看，您怎么看凯歌导演？亲日協力の初めての映画、佐藤監督の映画に参加していただきまして、でまたこういった長年の歳月を経てまた空海に出演できて、監督さんをどのように見てますか？はい、そうですね。もう本当に30年以上前に民間レベルで中国と日本の映画の交流で催し物が毎年のようにあって、そして今回は本当にもう国と国が協力してこんな素晴らしい対策が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て、何かその長い歴史を思うと本当にこう感慨深いです。そして実は私は長年女優の仕事をしてきて、そろそろ一つ区切りをつけようかなと実は思ってたんです。でもその時に前回の監督からお話があって、それで素晴らしい撮影現場で本当に真摯な思いで貫かれたね撮影現場と素晴らしい映画作りを体験して、そういう気持ちから大きく U ターンして、これからもますます頑張ろうって思わせてくださいました。非常感谢主持人曹老师又提起了我30年前的那段美好的回忆。那30年前开始我们中日之间的交流有了很多的这样的进展，那个时候我也是每年和很多的中日两国的电影人一起来进行着两国的交流。但其实因为我已经演了很多很多年，其实已经有了隐退的想法，就在这个时候陈凯歌导演为我带来了这个作品，所以让我觉得我还要一直在这个舞台上努力下去，还要继续的来为中日两国的电影来尽一份力。谢谢。那我特别想问阿宽先生，因为朝鹏、阿倍仲麻吕这样一个角色，在中日两国的文化历史上都占着非常重要的这个地位，而且呢，他对于这个中日友好，特别是中日文化交流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当年他在这个大唐也是官位最高的一个日本人，而且跟李白这样的大诗人都成为特别好的朋友。所以在这个之前，不知道阿宽先生做过一些什么样的案头的准备？おっしゃいましたように、やはり中国との絆が非常に深いですので、この映画に出演する前は何か資料の勉強などをされましたか？阿部の仲間も19歳ぐらいの時からすでにこっちの長安に渡って、留学していて、でその流れで官僚の試験を合格して、皇帝から指示された人物ということで、非常にそういう、日本人としても誇れる人がいたんだなということはすごく嬉しかったです。で、友の時代検討者としてこうやって渡ってきて、そうやって文化交流があったように、今回こうやって、中国の作品、日本との文化交流でこの作品に出させていただいて、またなんかそういう映画ですけども、こうやってなって継承していければいいなと思います。
那我也是读了很多有关阿部仲麻吕先生的资料和书，那其中我作为一个日本人也是对于他的整个的这一个人生感到很敬佩。他在唐代做官的时候也其实促进了很多的中日交流，那我现在又作为一个演员来到了这个促进中日交流的这个电影里，我想可能这也是我的一种传承他学习他的方式。好的，再次谢谢中环记者这个阿部先生，谢谢，谢谢您入席。好，接下来我们要欢迎三位来自唐代的美女哦，有请张雨绮、张蓉蓉和张天爱，有请三位。三位呢，在戏里边都是演的大唐美女，我们请三位漂亮的女演员跟我们说一下，过去在没有演过唐代美女之前，对唐代美女的这个想象是什么？天爱，是很丰满，皮肤很白，像雨绮姐这样的。雨绮呢？就是像我这样的。你一点不谦虚，蓉蓉。就觉得可能像杨贵妃那样子吧，就是，是很多人喜欢像个明星一样，然后当然以具体形象的话也还是像雨绮这样子。这个好像雨绮是大家公认这个唐代美女啊，在这个戏当中她演一个猫附身的这么一个女子，所以我有个请求啊，你能不能给大家在现场展示一下这个妖猫附身的唐代美女是什么样，然后你可以教他们二位，让他们跟你学一下。妖猫附身是吧？特别可怕。叫妖猫步啊，就妖猫步。哦，那我怕杀伤到你了，我得，火力太强。底下人走远点啊。云想衣裳花想容。来来来，二位，来来来，一块啊，一二三。云想衣裳花想容。这个现代猫步没啥两样的呀。被阴了。啊。这有点吓人，这个。刚被这个附身的是现在是天爱。这个蓉在里边演杨贵妃啊，杨贵妃给人的这个肤如凝脂、雍容大度的这个唐代美女，如果是这个杨贵妃，这个走 T 台应该是什么样的？你跟大家展示一下。来，那中间请。您在中间，对不对？你可以带着大家一块走。杨贵妃走 T 台啊，可能走完大家睡着了吧，特别慢。走个四步吧，不然走到那儿可能十分钟了。不是你稍微再多走几步，可以。好，就先。好，你带着他们二位一块走，好吧？你们三一块走来。我们先端着。Music， 一二三。好好奇一下。我觉得这当然都是怀孕妇，这个都跟谁走得慢，谁走得对啊？唐代是我们是行动，对，唐代没有那么高的鞋子。现在在这个戏里头啊，这个舞姿翩跹，转起来就没个停。对，我就是去转圈圈的。啊，然后现场你也转一下，看看能不能跟得上你的趟。啊，所以我今天挺心机的，圣诞节快到了。我给大家准备一个圣诞树的造型，就我装起来特别像一棵圣诞树，就是戏里一直在转。哇！就这样。来，那你们三位一块转一下，三棵圣诞树啊！来 ，music， 来。好，谢谢三位，谢谢，请入席，谢谢。谢谢。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我们的两位年轻的演员啊，侯豪和刘昊然，有请。好的，二位同样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们的这个角色。大家好，我是哥哥丹龙。对，我是弟弟白龙。你们在这个戏里边都有些什么样的特点？幻术，对，幻术，对，性格特点，其实我们两个都是，我们俩有个外号，倔强，对，有个外号叫白鹤少年。嗯，哎，这样我们先给大家分享一段这个小视频啊，我们看一看这个视频很有意思的。这除了他们俩呢，他们还要跟一位特殊的演员进行合作，我们看一下。啊，不给放了，啊，太小气了。我刚才说了，为什么这个想给大家看这个视频？原来有一段小的这个花絮，因为我们这个戏叫《妖猫传》，里头呢我们就有这个猫的这个演员，啊，他们俩要跟这个猫一块演戏。大家知道，这个对于演员来说呢，跟孩子、跟动物演戏是最困难的。啊，所以你们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跟这个猫一块演戏的一些细节。我好像没有那么困难，因为露娜就挺温顺的。啊，对，露娜，对，我们那个怀里抱的那只小猫叫露娜，它其实蛮乖的。对。然后印象有一天，就是有一场戏是我在那个石穴里，然后但是我在那边，然后把露娜放在那里，然后我就姿势摆好。等露娜那边随时自己好，导演 action 就开始演，要搞一懂猫有的时候，如果他不听话怎么办？没有不听话，就一直他不听话。对对对，因为我们平时呢，也会有一个工作人员是专门照顾他的，然后平时他会带过来跟我们一起玩，就是比如今天在我的车上，明天在他车上，后天在其他人车上这样，所以其实我们也建立了感情，所以我们是有默契的。其实我在看这个片子的时候有一个特别深刻的印象，我还跟导演说，就是这两位那么年轻的这个演员在这部戏当中演得特别的出色，我相信导演一定是花了很多时间给两位演员剖戏啊。一个好的导演就非常善于把演员内心的那些最珍贵的东西把它挖掘出来。你们每人说一个细节好吗？导演是怎么跟你们剖戏的？我杀青那天，导演说一句话把我说哭了。对，其实虽然我拍的时间比较短，但是我觉得还是在这个组里找到一个特别安全的感觉。导演说，只要你不辜负电影，电影就绝对不会辜负你。对，很感动。对，我也一直记着这句话，然后继续努力。谢谢导演。好嘞。对，因为其实我刚进组的时候我挺紧张的，对，因为一是第一次拍古装戏，然后二是和凯歌导演合作。那当时我第一次见凯歌导演的时候，凯歌导演有跟我说其实这两个角色身上他最与众不同或最珍贵的地方，他们倔强，他们叛逆，其实就是因为少年他们不懂世俗，所以说他们才有资格叛逆。我觉得这个也是少年身上我觉得最美好的一件事情。然后我觉得我和欧豪，我们两个在这个戏里，反正我觉得我们把我们身上那个最倔强的那股劲儿，把我们骨子里的那点东西给拿出来了，特别棒。我相信这个年轻演员能够在凯歌导演的作品当中出演之后，一定能够完成一次质的这个飞跃。好，接下来请二位在台上稍后啊，我们要请黄轩、然后姜泰以及秦昊、张若昀、张天再次回到我们的舞台。中间站一下，往中间站一下。这样啊，我们一会儿呢，每一个演员还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他们啊。这些问题呢，可能对他们来说有一点挑战。我们来看一下什么问题，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啊。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而是给黄轩的。啊，
黄轩如此温文尔雅，怎么演绎白居易的自嗨？你怎么把自己给嗨起来？我平时就挺嗨的。没有，那你都是装的？其实是角色的需要，因为我其实演白居易，我把我自身感性的一面就是完全的放大了。我是能理解他所有的心情的，其实我也是有那一面，只是没有他极致啊，所以拍摄的时候我就会尽量的把自己的那一面往大放，而且还有就现场导演给了我非常非常多的启发，给我讲了非常非常多的细节的调整和开启我某一个情绪的这个能力啊，所以感谢导演，然后就这样。好的，我们来看下一个，应该是给冉谷的，是什么问题？冉谷姜太一头卷发，为什么会被选中演空海？这个问题刚才我已经问过你了啊，所以我再加演一个问题啊，这个冉谷在这个戏里头啊，他都有点这个似笑非笑，又有点像坏笑的这种不确定的表情，特别的可爱。这个人物的那种纯净自然啊，内心的这种澄澈很快的就会展现出来。这个表情它是怎么设计出来，还是这个生活当中就是这样的一个表情？北谷さんは映画の中で終始こうニコッと笑っていて、小悪魔のような笑顔を浮かんでいたんですけれども、そこからやはりその演じている空海のその純粋さと自由奔放な性格が伺ってきますので、どのようにこの笑顔を作ったんでしょうか？何かこだわりがありますか？そうですね、まずはずっと、いや、ワンシーンはかっこよくて可愛いなと思って見てました。首先我要一直跟自己说，我身边的黄仙又帅又可爱，所以我就自然而然的有了这个表情。そしてなんかその二人の関係性がど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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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変わっていって、それがこう相棒同士としてとても友情が深くなっていって、そのうち何かこう笑顔も変わっていくというそんなお芝居になりましたし、監督が本当に細かい空海の気持ちを設計してくださって、それに本当に助かって。皆さんに感謝してます。皆さんで作り上げてくれた笑顔だと思います。而且同时在我与黄轩老师演戏的过程中，因为我们的兄弟情有加深，所以其实我的笑容也是有一点点的变化，希望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同时因为陈凯歌老师已经把我的这个人物设定得非常细腻，一步一步怎样变化都为我说得非常仔细，所以我想我的这个比较有特色的微笑是所有人帮助我来达成的，非常感谢大家。谢谢。好，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应该是给雨琦的。为什么张雨绮的声音如此妩媚？我觉得是因为导演赋予了她的妩